林五三还是我是林。今天我要配的是天竺鼠车车马铃薯。然后我去搜寻了天竺鼠车车频道，然后就直接点图片，点进一个左上角的，就是可爱的马铃薯和西摩罗，西罗摩还是西摩罗？然后我要配马铃薯。马铃薯需要的材料有白色、和这个肉色、和黑色、粉肉色和黑色，还有看一下，然后这个它的轮子部分是这个颜色，也可以是这个颜色。和屏幕看着是这个颜色，和我的我们做的马铃薯是这个颜色。耳朵咖啡色 ，OK。耳朵最后拼，我们先用肉色拼，先用那个咖色拼，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颜色，把它，我的马铃薯滴过，我的自动笔滴过，小白笔滴过，小白滴过。好，打开，再来呢，夹出这个，随你的颜色，我先夹比较少，哦，我们要先数个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1，所以上排十一个，看你要，那我就涂这排，上排十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小铃铛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你的天竺鼠好了，要什么呀？